凶兽之事，怕是另有隐情。我们将他葬了吧。 走吧。 这些应该够了。 挑战叶灵宗，精神一下好啦。 挑战叶灵宗，精神一下好了。
俊俏的小哥哥，这附近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哦，小哥哥，你喜欢吗？俊俏的小哥哥，这附近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哦，小哥哥，你喜欢吗？这附近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哦，小哥哥，你喜欢吗？
小哥哥也想再玩一局吧？我们很有默契呢。还不错。
姑娘，那凶兽已出，花海深处再无危险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没想到上神不仅容貌英俊，还如此骁勇善战呢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一族又可以继续在这迷幻花海中继续生存下去了。只可惜，上神一行人若离开，除了同族，奴家就再无伴了。还是那仙兽，可否再说详细一些？那小家伙身体滚圆滚圆的，可爱得很呢。啊，对了，他胸口还有一颗挺漂亮的珠子，我想摸摸，他都不让呢。那小家伙每逢此地毒果成熟时候，便会飞到这里来吃那些毒果。专吃毒果的仙兽，似乎在明术门的典籍中见到过。月姐姐，日后若是有时间，我们便过来看看吧，能够碰到仙兽也说不定。
来救你。大哥夸奖，小鱼子，你们一家不都搬到峨眉山去了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想故地重游啊？还有这位是？是白姐姐还有阿尤哥，刚刚我碰到了妖怪，是这个大哥哥救了我。我是仙侠派弟子白墨晴，多谢您救了小鱼子。我受小鱼子母亲所托，来这里寻她。谢谢哥哥。小鱼子，我送你回去好吗？现在外面很危险。现在还不能回去，我娘有个特别宝贝的镯子，平时舍不得戴，藏在床底的装匣里。凶兽来的那年我还小，娘光顾着抱着我逃命，根本来不及拿镯子。现在凶兽未除，他也不敢回来找。所以你是想帮你娘把镯子拿回去，于是自己偷偷跑来了。小鱼子想让娘亲开怀，白姐姐知道，不如你先回家，我们几人去寻镯子。不，我要带着镯子回去。哎，要不我在这里保护他，这里距离峨眉山的法阵也近，若有什么事，我就立刻带他回去。嗯，那就这样吧，多谢你。客气，义不容辞。村子被烧成这样，庄霞估计也看不出本来样子的，得找仔细些。嗯。你们找到了吗？虽然庄匣外面烧坏了，但镯子还是好的，赶快拿给小鱼子吧。
束手就擒。啊，真的找到了，谢谢哥哥姐姐。几位修为高深，在下佩服。小鱼子的娘估计也等急了，在下就不和各位多聊了，先送她回家，告辞。哥哥姐姐们再见，有空来我家玩呀。总觉得他有些眼熟。啊！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他是谁了，我刚拜入仙侠派的时候见过他。那时正是仙盟组建之时，他是替孟章掌门来送信的，听说是他的亲传大弟子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就由灵光长老来负责联络事宜了。亲传弟子，在天师门里并未见过他呀。不会是犯了什么规矩，被赶出来了吧？下次要是还能见到他，可以打听打听。还有，华流之事需要尽快向真人报告。好。对了，小晴，这次我总能一起进仙侠派了吧？阿尤，今天守门的还是大师姐，恐怕你……又是他！我上辈子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？怎么命这么不好？神族不会干涉凡人的命数。哼，谢谢你提醒我天生倒霉。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啊。
青妹，上次你说弄丢了香囊，正好我看村子的铺子里有个合适的，送给你。月姐姐，你还一直记着？啊，好漂亮！等等，怎么又被他抢先一步？我知道，那个香囊一定对你意义非凡，也不知该怎么宽慰你。那个是我娘绣给我的，我从小就带在身边。后来到了仙侠派，那就是我第二个家，所以我又在上面绣了仙侠的图文。落花有意，奈何流水无情。我得送小青一个更好看的。喂，不对劲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？什么？糟了！各位，不可再踏进一步。仙侠派为女秀门派，谢绝男子到访，否则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，不会再客气。我们可以不入山门，但你们必须。好大的官位，可惜这里不是卢龙府，我也不是怕事儿的。仙侠派乃修仙清净之地，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，请回。笑话，这是我白家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仙侠派乃清修之地，还请勿要擅动刀剑。师父，你们几个先退下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余霞真人，久仰大名。本将是来接舍妹白墨晴回家的。寻亲乃人之常情，但仙侠派亦有自己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二爷我……二哥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您。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，只是当时年幼，又遭变故，心神慌乱，这才撒谎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为师多少察觉到你似乎在隐瞒什么。
还能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。回家后呢？还有，白家那种蛮横态度，万一小晴回去后被关起来，他们毕竟是亲人，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。师父有要事和三位相商，已在大殿等候。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你们一定要将小师妹带回来。可恶，就算我们大闹过军营，这次全当教训了。那些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在仙侠派？看你下回还敢不敢再冒险。对，晴妹的香囊，你少说两句，一切等面见真人后再说吧。以后不下山了，再也不下山了。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，总可以吧？据报，该凶兽在北方重镇的运河中出现。